看哪个电影。你下次可以直播先跟我讲啊，我就可以先帮你了。太顶价。哦。三百一万，我春节南山的无偌济啊，我借一个较紧的就好啊啦。一斤三百一万，路口卖偌济？卖你百倍啦。一包套了，一包五斤重啦。一包卖你偌济？卖你九百啦。卖你一千啦，还无重要，还无重要啦。啊，为着春节尔，莫甲恁啰嗦咯啦。五个人客尔，莫啰嗦啊啦。200块有人要爱无？150块我借一个啊啦。150有人要吃啊无？五个人客啦，100块就好啦。我招五个人，听讲人要来。不知道哎，目前二水还不知道，再看看吧。我招五个人去啦，有人要吃啊无？我招五个人去啦，无啊啦，五个人去啦，一人500块，有人要来，一个人500块。卖问我要提啥，我家己嘛唔知要提啥，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。你啥时阵去？哈？你去就100块啊！来啊！即摆招房我要卖500啦，有人有兴趣？即摆招房我要卖500块，敢有人要来？我问一下，即摆招房我要卖500块，敢有人要坐啊？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。我咧讲啊，你无啊啦，无啥物炸物件，我咧讲较紧，无啥物炸物件当物件啦，规定就是一尾上班500块就对啊啦，啊这哦一人送两块啊，一人送两块啊啦，这路易千八啦，路易的千八就对啊啦，安尼啦，啊规定就是一尾上班到2块1,000，我要卖500块就对啊啦，啊有人要爱500块啊。安尼啦，紧就好啊啦，莫搁啰嗦咯啦。一包海龟只卖100块，干来这安尼啦，都卖120啦，200啦，啊，搁只卖就超400块，计值哩啦。我招一个500块啦，咩啊？500块啊，一个啦吼，一个500块啦，咩啊？竹山哦。啊，一个呢，我剩4个人客500块啊，人要一个500块咧。500块啊，人要来。竹山他们好像有去看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去做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。安尼啦，我嘛唔知我要加啥啦。啊，这面啊，一人摕两包当去吃啊啦，紧得好啦，一人摕两包当去吃啊，够辣，一人分一斤的啊，好啦，煮啊好啦，500块人要来，500块，两个啦。我问一下，搁三个人摕一人500块，有人要吃啊？500块啊，500块啊，500块有人要爱？气死我了！
一台500块，一台500就对了啦。一台就是500块，你听有意思吗？这样其实已经划得来了呢。一台就是500块就对了啦。已经划得来了啦，听啦。最后一份。最后两个人摕500块，有人要来。对 ，YouTube 跟脸书。最后两个人摕500块，有人要吃啊。我问一个500块，够有人要吃啊？这么多钱。我摕来。我也是要亮子，亮子要。啊？没有，需要这样子拍摄。你是说？拍摄的。拍摄的那个角度嘛，这样比较，这样比较看得清楚啊。本来是我都会站他正前面，不过那边会反光，会忽暗忽亮，所以我就站这边。啊，你跟你生活嘛，要记得我，然后来个高。上要。给出一个高了。啊，你500块了，啊，你500块有人要吃啊？我就一个500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最后两个人摕500，龙虎石斑就200了。最后两个人海瓜子100，两只青鱼。最后两个人摕一台5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500块。哎，你没有两只青鱼是100吗？120。这样还能对话？也可以啊。那不是对话了，是我看他们留言，然后回复他们。500块了。好啊，好吧，最后两个，无人要爱啊吼，无人要爱要来收吧，人讲真嘞，无人要爱要来收吧咯，500块，对啊，啊，哈哈哈，到底多少规矩？咱要上车咯，咱要该上的拢上啊，不该上就上了啊。你跟我讲，你讲得紧啊！对，你不能像个台湾的来啊，看无了，500块了，好啦，这笑什么啊？可以的，可以。也太乖啊！哦，好闹。最后一份，加了，加了，加了。好难，挡不住了。上班又饿了，这刚不会坑的。你买鱼啊，就两百；你买龙虾就两百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干了这盘了，唔拿500块计算了，袂晓买啊！阿姨啦，阿姨啦，阿姨进来，阿娘佫叫等你啦。咱讲起，买汤500块，今仔只恁冻的，你都买无500块咯？老我咧甲你讲起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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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500块，因个有人要爱。身上没带那么多。啊，想提几个啊？多爱去啊！然后做外送飞机啊，飞机公司上车哦，这个好有意思。加加加，美女了，美女了。哎、欸，你还没给钱啊？啊，最后一个哦。啊，对啊，顺便拿一拿。你讲500出的500要买东西啊？等等。真正买袂完啦！他不想再赔了啦！更好啦！但但不是要钱。刚刚的卵丝真的是赔钱卖。你们收了就细节。范姐姐不太想卖了。完错了，哎呀，你讲的这。阿姨一定有钱的啦，怎么没钱？牛二娘，大家拢嘛做好个啊！哎，牛二娘，我先提哦，我提好多钱，这叫牛二娘鸡腿排就提我啦，还能直接提起来，哎呀，这也这也这也。
这也要是全部没结婚才敢做，所以我实际上我把正常介绍你买啥，为什么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。你做哪个吧？什么名？五只。你看到五只专工走来啊？是吗？坐高铁啊？无啦。你住倒位啊？你是不是住岛南？两鸡腿吧，两条啊，两鸡了，三鸡了，四鸡了，五鸡六鸡了，老板跟你一样算，高鸡十鸡两百。不过老板比你幼吧？民主的鱼给我留着，马上过去上班。民主的鱼是什么？这完全拢无，完全拢无。玉婷仔，哎，你敢要一鸡吧？你不要请钓鱼哦。我怎么挺好的？你好小，你上好嘢啊！你老师嘞，对面你怪不怪？我伊个动作我唔知嘅，我少一个啦。但喺顶下落 Kitty 就唔知咯。两只死地我来靠你，知道吗？老板帅我流口水了。六地啦，八地，我少一个十地我来两百块你买无啊？我问一下紧，十二地我来两百块，够人要搁吃啊？最后啊，春节南山咧，我肯定的，两百块够人要爱。阿妈卖啊呢，你要搁咁动伤呢？真正。哦，对面那一摊，对面那一摊就是鱼，一般的鱼贩了。来，阿贩卖一个好，阿贩卖一个包，一包，一百块钱。